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近期也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水墨的一个艺术大展，而且像国际领先的这些拍卖行，比如说佳士得、苏富比，他们都举办了很多关于中国水墨的一些拍卖展览。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水墨艺术在国际市场上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中国当代水墨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接受，因为水墨本身这个艺术是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而且这个媒介本身又历史非常的悠久，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跟当代艺术的很多特性是相悖的。那么如何把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介绍给西方观众，我想这是我们展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画画是自己的一个生存状态，生活状态，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画家，我就干这个活的，然后因为干这个活就想把这个活干好嘛，它是一个生存状态，是自己的一个生活。就是每个人的创作可能都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有关系，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接受了现代教育之后，就是我们的思维观念肯定给我们的这个前人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对于我这个创作，那么我就给我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用自己的一个方式，用一个古老的一个水墨的方式，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一个转型，然后从而表现自我的一个在新时期的一个生存的一个语境。在画法上，我说我接气是努力想接到苏代去的，接得再远一点那是更好。我说，但是我又是现代的人，那好，说现在我说又要坚持自己的一个个性，所有的生活经验在自己身上，它是非常自然的。对你的绘画产生影响的，我说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非常自然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你，我认为就是你生命投入度有多大。这个是圆系，我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创作圆系列，2000年以后两个系列，一个圆，还有一个是田，一直基本就是黑白水墨的，因为我就85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创作期，但是中途就停顿了，差不多有10年。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可能是因为老了以后就开始想家了，就开始画童年时的记忆，就是想最后然后在自己心里面然后平掉一下那个失去的时代。的展览，一个是过来向欧洲的文明现当代的东西艺术进行一下学习，然后带上我们对绘画和艺术的一些概念，以及我们东方人和自然的一种关系在作品当中的呈现，来到这个英国呈现给观众。大概是拿了反正几件作品，那么对于我来说，
也是近阶段的一个思考，就是一个小过程，把这个我们的古老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水墨的语言通过现代化转型之后带到英国，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共同交流。我们为什么要去英国呢？一个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我是非常希望拿自己的作品拿到外面来，告诉怎么说呢，这是中国画家画的画。还有一个也很想了解西方，了解英国。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作用是，我们有什么不比你们差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到底在哪儿？你出来以后就像有一个参照物一样。西方人认知世界、认知自然的方式是他们的方式，那我们东方人认知自然的方式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的绘画之所以和西方的绘画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认知世界、认知自然的方式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绘画。我们外国国家对中国的艺术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们有没有创新，有没有变化。因为外国画有很多的那个像毕加索、梵蒂斯，他们的画都已经很抽象，但是我们中国还是在画山水，还是在画花鸟，还是在画人物，所以他们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远见。那我今天很高兴，中国画画得好，你永远不可能超出你的老师。他们古人的画你要超出他是很困难，你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画画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像今天我来看，我非常高兴，因为今天的画水墨画跟一般的从前的水墨画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创新，这是个进步，这也是说我们中国画的更上了一层。认知我们传统里面的什么东西，你只要是自己独特的，你用你自己独特的语言，我在制作手段上也是自己的方式，你只要有独特的这个时候，我认为就是现代的。但是精神上我认为是努力的和古人我们传统的我认为有价值的那一部分，还有就自己身上有的那个东西，我努力的想接上去。那么通过这个水墨的交流，最重要的就是而增进一个通过艺术的方式增进我们的一个了解，也希望这种了解能使我们共同探讨艺术助人的心灵世界的那些东西，来反馈为整个一个社会。